一顿简单的食物，一杯干净的水，一个上学的机会，对我们大家来说呢，就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对于在贫困中的小朋友来说呢，却是一个他们很遥不可及的梦想来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就马上报名参加第18届的饥饿30，一起来 Hungry for Change， 营造希望，同梦成真。预知更多的详情呢，可以留守 NTV7 八度空间。我是 Christina 伟轩。